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很多人养君子兰养了好几年都开花，花期的促花肥时没有及时追肥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养君子兰用它来促花催花，年底就能开花一大把。这个它就是南瓜子，平时我们都爱吃南瓜子，不如留一点来养君子兰，年底开花一大把。选择一些没有添加过调料的，制作的时候可以连壳带肉放到干净的锅里，将它炒发黄，很轻易就能将它碾碎就可以了。晾凉后将它碾碎，碾得越碎越好，在干燥的密封盒子里备用。甩开的时候在远离根系的盆边扒开一层土壤，每次取适量直接撒进去，将土壤回填即可。南瓜子含有丰富的磷钾元素，特别是它的含量磷高，而且配置也很简单，十几分钟就能做好，两个月用上一次。这些粉末在土壤里会释放出大量的磷钾元素，对君子兰的花芽分化有极大的作用，年底就能开花出一大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